我们现在这个台大校园外面，哦，你看他们，他也要，他看到这个滑板车好喜欢，看到大哥在溜滑板，他好羡慕哦，觉得很崇拜，哇，好厉害哦，哦，雨虹好羡慕哦，他想说我的怎么不会跳。你的要是会跳，你看他想学跳哎、欸，你的会不会跳？你的会跳啊？你的也会跳？哦，对对对。对，哥哥很厉害。对，哥哥很厉害。你的会不会跳？我跳。雨虹的会不会跳？你的会不会跳？哦，你的也会跳啊！哦，这大哥哥跳，哇，好厉害哦！迈过去。那你也跳一下，雨虹，你也跳一下。跳！哇，你好厉害，对，好棒哦！哈哈哈！要站着。你也要站着哦，最好是嘞。都还不走路都还走不稳的人，想要给妈妈滑滑板车。他要上去滑了。好笑啊、哦！你实在是看呆了，很可爱呢哈。耶、yeah ，这个小孩。